想学电脑又不知道去哪好，去新华电脑教育啊。想学电脑，想学 IT， 想学互联网技术，就去新华，新华电脑强大品牌更起来，学电脑就去新华电脑教育。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对山，泥巴的东家，上海一般大，欢迎大家准点收看泥巴东家新春特别节目《欢喜拜大年》。哎，大家发现不？我们今天是正月十五哈，第三期节目了。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又好吃嘞，又好玩呐。没错，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每天我们的大厨都会精心准备到三道菜，然后呢，会由我送给我们的幸运观众。而且每次我在送菜的时候啊，都特别想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因为咱们的游戏也非常有趣。好，我们今天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啊，老规矩，我嘞那号卤菜，还是由你来找到我们的幸运观众，好吧？没错，那我接下来就好好的去准备一下咱们的游戏道具啦。好嘞，就交给你了。今天我们出几个开头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猜一款青年游戏，哪一个企业朋友啊为我们带来了新年的祝福还有礼品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短片。蜜水之源，幕府之巅，八十万亩油茶林在这里自然生长。阳光抽离茶果的水分，温度过滤多余的杂质，岁月的宫本换来精纯的提炼。大山的赐予，每一滴都是幸福的醇香和自然的味道。平江山茶油特有的清香，带来撩动味蕾的韵味，美味醇香，平江山茶油。刚才个短片当中，我们管到了山茶油，告诉大家，湖南平江的山茶油是非常好的，所以在我们今天个美食厨房当中，我们又想到了湖南唯一一家平江的山茶油企业啊，也就是这个三轮山茶油销售有限公司 KA 江西省省区经理，有请皮经理。来，皮经理你好。你好，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演播室给大家拜年。在新的一年里，三润山茶油祝大家吃出美味，吃出健康，牛年牛气冲天。好，夏夏皮经理啊，也特别感谢皮经理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礼品，还有更多的祝福啊。我平时还是不太弄饭，那我想特别请教一下皮经理啊，这个山茶油跟其他的油它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有很多。主要最比较大的区别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山茶油它的不饱和脂肪酸更高，基本上可以达到90%以上，是所有的那个植物油里面是最高的。第二个就是它的烟点比较高，这个也是在所有的植物油当中是比较高的。好，我们现在用山茶油来弄出山茶来。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除了有讲到了个我们皮总带来了好油，还有一位台厨，就是我们个迷信台厨开胃馆的掌柜啊，就是我们老朋友刘宝发刘台厨，欢迎您。朋友大家好。刘大叔，今天有个你的请你了哈，我们每一来都是三个仔啊，也要分享给我们的幸运观众，跟大家玩一玩。今天我们弄的是哪三个仔？今天我们弄的是一个山茶油色小牛排，还有另外一个肾宝固健牛仔的，还有一个非常有营养的芦笋炒牛肉。三个仔都有牛肉啊。这个牛肉啊，这个是要用好油来去腥的哈，这个山茶油烧牛肉一定能够烧出牛牛的味道。好，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的考验，今天要用到哪一些食材？
好，第一个呢，我们弄的是鲁迅炒牛肉啊。好像扇子啊，有个档子上就比一般有高点是吧？啊，比一般有肯定是好了。一般我们厨师出彩的时候呢，我们是高端的菜，我们才会用扇子。哦，还不是经常用？对对对，一般是在家里吃了，然后就是我们做一些高端的菜才会用。那山茶油的价格也会比一般的油要贵一点哈。对，因为山的山茶油的它就是压榨的工艺跟用的食材跟普通的油不一样，所以说它的成本也很高。好，所以价格它自然就会要高一点。我们来请教一下提醒你啊，就为什么山茶油比别的油要贵呢？因为山茶油它这个油茶树首先产量就比较少，它产地比较少，它在生长环境当中比较适合南方种植。第二一个就是它的出油率比较低，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100斤鲜茶果可以出25斤干茶籽，但是25斤干茶籽呢，它仅仅只能榨出5斤的纯茶油，所以说它的出油率是非常低的，自然价格也要贵一些。那是不是跟这个地域啊、环境呢都有关系呢？对，因为这个它这个山茶树，它是比较喜欢这个阳光充沛、雨量充足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山的山茶油呢，刚好就是在平江产的，因为平江的山比较多嘛，然后它正好符合了给它一个最好的这个生长环境，所以说我们的那个油而且是在绿色无污染生长的，所以基本上这个价格也是真正是做到了这个绿色无污染的这个绿色食品，价格也自然要高一些。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山润山茶油为什么那么好，那我们今天做出的菜也肯定会不一般了。好，芦笋炒牛肉做法很简单，牛肉煸熟之后捞起，芦笋放入锅内翻炒断生，接着倒入刚才的牛肉片稍稍调味，最后加入水淀粉就做好了。好，我们第一个菜已经弄脏了，下面时间我们要拿镜头先到第二现场，看看萌萌那边找到了哪一位幸运的观众。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新年好，新年好，有什么新年祝福想对家人说吗？身体健康吗？非常简单的祝福语哈，但是也最真挚。有没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一个小游戏？有的，来欢迎你。今天的第一个游戏叫做转出好运气，只要捏着鼻子原地转5圈之后，走 S 型弯道，顺利避开路障，获得胜利。准备 ，Ready， 开始转， Go！ 一圈，两圈，三圈，开吗？四圈，五圈，好，停停 ，S 型 S 型啊，注意 S 型 S 型 S 型，还能再回来吗？哇，太棒了！怎么样，晕不晕？晕，很晕。晕，你刚才走的还这么好。大脑比较好。我觉得我们的挑战啊，如果是让你转完之后走直线可能不行，反而晕了以后走这种 S 型路线是可以的，对不对？对。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叫做转出好运，非常恭喜你，你现在这一路非常的顺畅哈，相信你在新的一年里可以转出好运。来，那我们就送上我们的这道菜，想不想要再拿一份惊喜回去？想。那我们再挑战一下好不好？问你一个问题啊，山润山茶油它的油烟点高有什么作用吗？
有点高应该是对人的身体比较健康吧。你确定吗？确定。回答正确。那虽然这个过程你没有解释出来哈，但是最后的结论是正确的。确实像油烟点比较高的话，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呢，这锅里面产生的油烟就会比较少，这样呢不利于我们身体的一些物质就会比较少，所以对健康是有好处的。那恭喜你回答正确了，我们也有两瓶山润山茶油送给你。谢谢，谢谢你的参与，谢谢。山润山润山润山茶油，山润。不要进皇家队！不要为国争光！我要事业成功。不要胃动力，肠胃有活力，人生有动力。君瑶健康协胃动力主板上市。一人复出，万象更新。在这万家团圆的喜庆时刻，我请代表南昌大学各附属院，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牛年大吉。2021向前奔，奔向梦想，奔向幸福，奔向热爱，奔向希望，奔向温暖，奔向美好。牛年，牛年，牛年有奔头。地保当家由江西新华电脑学院特约播出。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再用心我们地保当家的新春特别节目《欢喜拜大年》。好，点到精彩，马上安排。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杏鲍菇炒牛肉粒。哎呀，这个刘大叔啊，我刚才牙齿有点冷的噻。你想想看，我们在家里要做这个菜，要把这个杏鲍菇切成这样的，对，包括牛肉，那每一块它的分别都不大，都很均匀哈，一粒一粒的，相信炒出来也是特别好看，而且用到的还是我们的山润山茶油。好，现在开始，我们广东的一些佐料也是，佐料也是特意是我用这个哈。对，因为我们厨师出来的讲究是调比调，酱比酱，哦，四比四，嗯，因为我们做菜的它讲究的色香味形，嗯，啊，它的颜色跟形状很重要。如果你这个是切得快，那个是切得紧，它炒出来它同步不了。那这个牛肉粒跟刚才腌制的这个牛肉是一样的，不一样哈？这个我们要放点蚝油跟老抽。哦。刚刚我们放了盐，放了蚝油了，我们就不要放盐，因为蚝油跟老抽它是带盐的。它用的就是我们这个蒜青。所以好吃的菜是用心做出来的。要用心花时间。刚才呢这个皮经理说到这个山茶油的产量特别少，那在我们的湖南平江呢是有一个集采摘榨就一体化的一个基地，对吧？我们山润有自己的油茶基地，然后呢一般我们会在霜降前的3天开始采摘，一般是前三后七嘛，把它采摘完，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它的油质是最好的。哦，烟点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我们把油倒下去完了之后它冒烟的一个温度就叫烟点。一般来说像老人家喜欢用菜籽油炒，它一般就是180度左右它就冒烟了，但是山茶油最少要到225度以上，所以说在正常的这个家庭炒菜过程当中，我们用山茶油炒菜它更不容易由于冒烟啊产生一些有害物质啊或者不健康的这个物质的渗出。一般这个山茶油呢，它就是在这个油温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才会冒烟。刚才这个我们脾气里说了要到225度，那我在观察你炒菜的过程当中用的山茶油哈，就几乎没有起过什么烟，也就是它没有到那个点。对，所以它不容易冒烟。那这样的话也符合我们现在家庭这个厨房会非常干净，它会无烟。那可以理解打扫卫生都可以打小打扫其实就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可以非常干净厨房，最最重要的就是它不容易渗出一些对身体不健康的这个健康。好，接下来的步骤应该是倒油然后放佐料是吧？对，我们要把这个杏鲍菇啊先去煎一下。这个我们永远搞不懂搞不懂这个大厨的这套套路哈。哦，先是搞杏鲍菇，对，拿油炸一下就可以了。先是把油爆香。
这个杏鲍菇啊，你看哈，好漂亮，对，好漂亮，然后嚼在嘴里是特别脆特别爽的感觉。这杏鲍菇呢，用这个山茶油呢一爆，你马上你就闻得到香味，整个屋子都是香味。哎，我发现这个山茶油哈，它最大质量的保留这个食材的香味，所以它的这个它不破坏这个食材的香味，这个是最好的。它这个是这样的，首先第一，我们山润的山茶油是低温冷榨的，哦，然后保留了营养，因为你油榨它那个是分低温跟高温的嘛，一般六十度以下的都叫低温冷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山润的那个油有一个专利，就是有一个增香留香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它炒出来菜就会特别香。好，这个时候放醋了。好，对，因为我们先要把这个用山茶油打出来，先把这个香味给爆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生姜，是大蒜洗提香味。杏鲍菇炒熟之后，加入牛肉粒，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好，第二个菜杏鲍菇炒牛肉粒啊，已经做好了。我觉得啊，就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就特别要做起到这样的菜，老少皆宜，很清爽。那个宝发，过这菜我自干这屋里屋得上不？做得上。我屋得上啊。对对对。你就给我把弄过这菜要掌握哪些诀窍？首先呢要用三等山茶油啊，它在那炒的时候在效果。那那杏鲍菇呢，就是要拿山茶油就剁扁了啊，用山茶油或者用油渍把这个杏鲍菇和香菇弄在一起。好，过去是弄个这在一个优点。对。但还有一点，我们现在把刀工练好。好，接下来个时间我们要把这个镜头切到第二现场，萌萌是否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幸运观众呢？来，我们马上去看看。欢迎这位小伙子，你好，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叫王云浩，今年19岁，现在的话是一名学生。非常开心你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特别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跳出好运。跳出好运气游戏规则，参赛选手1分钟以内用膝盖夹住硬币蹦到终点处，顺利运输5个获得胜利。Ready, go！ 你要对准哦。哎呀，进去了吗？可以扶起来，扶起来。哇，掉进去了，非常厉害。啊，我们的时间在走。哇，好准确，太厉害了。感觉这个游戏对于这个男生真的是轻而易举。哇，全部都完成了，是不是？天哪，你也太厉害了吧！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完成。你都不敢相信，你知道你每一个，你从第一个开始就非常干净利落了，完成我们这个游戏，非常容易的就能获得我们这道菜肴啊！那我们还有个挑战，要不要试一试？继续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哈，是一个其实我觉得还挺简单的问题哈，就是咱们的山润山茶油除了可以煎炒炸做其他的烹饪之外，它能不能用作于凉拌呢？可以吧，我觉得应该可以用作，是可以的，对不对？没错，我们的答案也是可以的，恭喜你，来送上我们山润提供的礼品。6种坚果666，6种坚果营养6，液体坚果吸收6，每日一瓶心情6，双膜智取更吸收，6种坚果一瓶就够6啦。金瑶6种坚果，800里洞庭，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这样是我们李宝当家的新春特别节目欢喜拜大年。好，更多精彩马上问白。好，第三个台是烧牛排，我们今天三个台都跟牛有关系，牛排呢已经是半成品了哈。对对对，这个半成品啊，这个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做的过程，我们请这个刘大厨来介绍一下哈，怎么来做好这个牛排。你
一般做牛排的话，我们要放一些这个火锅料，还有豆瓣酱。火锅料。对对对，豆瓣酱。因为我们屋里的平时都会配的是火锅料，那用膳茶油呢，把它包呀，包了以后呢就加啤酒，放在火锅里，那高温压锅8到10分钟里边。哦，那高压锅，然后再回到屋里去小火秀吃。对对对，吃光好吧？对。好，我们就这个样，这个洛阳龙珠好价格牛排。牛排用高压锅压好之后，锅内将生姜、大蒜子、小米椒爆香，将牛排重新倒入锅内，接着加入大蒜，入味之后就可以出锅啦。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吗？大家好，我叫做陈天豪，今年16岁，我还是个学生。我还是个宝宝，16岁。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送给你的这道菜啊，需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来完成了。我们这个游戏呢叫做吹出好运来。吹出好运气游戏规则，参赛选手1分钟内将滚筒顺利吹到牛排旁边，获得胜利。如果您不小心吹到了其他食材旁，那就不好意思了，它也得归您了。吹到什么食材，那就辛苦您吃什么喽。来吧，祝您好运。Ready, go! 准备好了是不是？我现在是轻轻的吹了一口，差一点掉了，快捡起来，我们还可以继续。好，刚才的力度是稍微大了一点哈，不知道这会儿。哎呀，来吧，去拿这一轮的奖品。有吃过生大蒜吗？大葱没吃过。哎，今天让你尝一下不一样的美味。哟，还是很实在的，这么大一口，还行吧？还行。来吧，吃完之后我们调整一下，赶紧进入我们接下来的挑战。两轮失败的经验，看一下第三轮的成绩。哎呀，又掉下去了。我觉得你可以稍微等一下哈，就是教给你一个方法，你可以先憋着一口气，慢慢慢慢的把它给吹动过去，不要一口气就把它放完，掌握一下这个技巧。来试，我们再试一下。好，过了。大葱会不会掉下去？哎呀，恭喜你，恭喜你，这道菜要归你了。那接下来我们挑战升级，要不要再参与一下？行，可以再参与一下，是不是？哎，注意了，问题来了，咱们山润山茶油它到底是高温还是低温炸出来的呢？高温吧。是高温吗？我觉得应该是高温。你觉得油是通过高温才能提炼出来的，对不对？对的。我们的山润山茶油呢是低温冷轧，是60度以下的温度。很遗憾呢，虽然我们没有回答正确，但是我们依旧有一个礼品送给你，来自我们山润山茶油送出的礼品。谢谢你的参与，这一大盆骨头可以抱回家了。好，三个豪宅已经弄上了，也成功的拉起门送到了幸运观众的手中啊！今夜真的是皆大欢喜，七瓶上到了美味佳肴，有好味的洛阳龙菜，还晓得了好多关于山茶油的知识。这过年嘛，就是应该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在这样的快乐氛围里面，又有奖品拿，又有美食吃，何乐而不为呢？哎，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话，在今年国立新每年过年的时间都要为大家奉献个新春特别节目《欢喜拜大年》，明天的节目更精彩。是的，那我们明天还有更多好玩的游戏等着大家，还有精美的礼品也在等着你哦。好，哎，我们就先买一个罐子，明天的节目再为大家揭晓。心脑健康公益时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2.9亿，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引发头晕头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预防血栓，你我携手立即清血，净化血液，多运动，心好脑好精神好。今天您清血了吗？哎，堵了堵了，这茶壶堵了还不要紧，如果得了三高血粘稠，哎呀，就怕堵了心和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液粘稠均属红血范畴，红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清血八味片，传承300年清血古方，精选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三药合一，清控血。您看准了，清血八味片专利药，专药清控血。清血八味片助您控血清，心脑好。蒙奇清血八味片，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的，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牛。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金牛贺岁迎春纳福，品皇家美味，过幸福中国年。皇上皇集团恭祝全国人民和顺至祥，新春快乐。好味道酱心造，皇上皇酱鸭。歌唱既是独自的喜乐，也是天性的释放，只要抢到麦克风，哪里都能放声唱。12月26日起，歌神之麦全程开抢，歌手级音响，偶像派舞台，超强主持团队陪您现场飙歌，松剧神秘演员空降游戏狂欢，全程60个迷你 K 歌厅，助力你登上大舞台，扫码上传自己的分值榜单，您就是我们要找的 K 歌之王。2021全程抢麦，江西都市频道唱响青春，全民狂欢。哇，很勇敢的小朋友，放心小朋友，这头公牛是因人而异的，你这么小这么可爱，它一定会很温柔，是不是很温柔？是吗？大声地告诉我们，是吗？对，是，对，慢慢来，对，你身体可以跟着它一起动，就像在跳 Tango 一样，是不是？这是一首曲子在跳舞，对，很棒，在像打篮球的赛场上，对不对？左突右闪，哎，调整好，漂亮。3、2、1，开始。好，要注意适时的调整，根据这个牛的状态来调整自己身体的状态。其实之前我们也有很多选手分享过经验了哈，我总结了一下呢，就是哎呦喂，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您得稳住啊，哇，很厉害，力挽狂澜，挽救自己于危机之中，坚持一下呀，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有一点往旁边歪了，对，好，哎，不错不错，很棒，你的这个应变能力很强哦，加油，哎呀。选择闭上了眼睛，可能想感受一下哈，到底是睁眼好还是闭眼好。哦，开始颠簸了哈，先适应一下，刚开始呢我们都要先适应一下，但是呢同时要做好这牛突然发脾气的准备。这牛闭上来，哎，我觉得这位老伴他还挺聪明的，他没有用身体完全死死的贴紧，留了一些空隙和一些律动的空间，这样的话呢他的身体也会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40秒喽。这个头开的是非常不错的，哎呀，虽然有点艰难，但是超过了40秒，再坚持不到20秒的时间，你就可以挑战成功了。再坚持一下。当然了，这最后的10秒钟一般也是最难的，因为体力呀、各方面都已经快要到达极限了。还有最后几秒钟，准备好，3、2、1，哇！3、2、1，开始。我们人生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老师，也会有很多对手。那其实呢，我们最初的老师和最初的对手，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父亲或者母亲。我们既向他们学习，有时候呢也想挑战他们，也想超越他们。那今天这父子俩上阵了哈，老爸在前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表率，不知道儿子能不能够把这个转化为自己的力量呢？现在你已经超过了20秒哈，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目标了。我发现他也是非常灵活的一个小伙子。好，注意调整自己的重心，因为牛背呢在这个30秒以后会进入到一个疯狂的模式。要到第一点啊，第一点，哎呀，是萌萌，在新的一年里呢，祝大家牛牛牛牛年大吉。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冰箱里面放了一些什么东西。这么说吧，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个年轻人的缩影，代表着大多数的年轻人的冰箱哈。来看一下，当当当当，是不是跟妈妈的冰箱会有很多的不同？在我的冰箱里几乎找不到什么菜。这说明我们家真的比较少开火，然后我们都是蹭饭一族，特别到了过年的时候，是吧？去爸爸妈妈家，去爷爷奶奶家，就是各家蹭饭。但是我也会准备一些，如果来了客人呐、或者是这个偶尔要在家里吃饭呐、应该准备的东西哈，那就是火锅料。要知道一个火锅呢，涮菜虽然很重要，但是它的拌、它的酱才是灵魂之处。来看一下我们家有多少瓶酱。哎呀，瞧瞧看，一瓶，两瓶，三瓶，四瓶，这两个是甜酱不算，然后包括这里有香油，啊，我最喜欢的花生碎，还有这种干碟，这种一小罐小罐的蒜蓉酱。火锅对于我来说呢，是日常当中非常方便也非常好吃的一个美食。看完我的冰箱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和你们家的冰箱也很相似？还别说，在随机采访中，我们发现像萌萌这样家里冰箱不放饭菜的小年轻还真的有不少。家冰箱摆设怎么呢？我不做饭的，菜都我不带在家做饭，然后就没有什么就是那种熟食，就是那种速冻类的东西。营养科专家认为，对于生活节奏快的年轻人来说，吃火锅能同时摄入蔬菜和肉类，是一种均衡膳食的好办法，但不能过于贪恋蘸料和底料。我们建议就是一个是尽量的选择清淡一点的火锅，就是不要太辣或者说太油腻，太辣了会刺激，有的人吃了以后可能会有腹吐腹泻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另外太油腻的话，就无形中就吃了很多的这种能量进去，这样呢也会长时间经常这样吃的话，会容易发胖，也会引起相关的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听完专家说的，大家知道新年里怎么吃更健康了吧？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都市放心购，也欢迎更多的团长和优质供应商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出来了，他居然敢把屁股挪到那么厚的位置啊！这算是比较轻柔的动作了。不错不错，马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好，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加油加油。